这边是我们的受测人员，他头上所佩戴的是 MindWave 蓝牙脑波仪装置，主要透过蓝牙和内建程式与电脑进行对应连接。来展示的是用于截取受测者脑波的程式，刚如同画面上的，启动程式之后，它会自动抓取并设法对应上已经连接到电脑的脑波仪装置。如同画面上，一旦连接成功后，会先进行前几笔的资料缓冲，其数值为零，之后才会真正的抓取出数值。而经由脑波仪，我们能从受测者身上截取到的数值，目前主要有十项，包含集中度、放松度、八种基本脑波，也就是 High Alpha、Low Alpha、High Beta、Low Beta、High Gamma、Low Gamma、Delta、Theta。而我们主要应用的数据部分为集中度，也就是 ATT， 而其余的脑波则进行波形的分析以及绘图。再来，我们可以看到受测者头上所佩戴的装置，在连接成功时会显示蓝灯恒亮的状态。程式主要用 C# 撰写，基本上每秒抓取出一笔数值，而目前主要测试时间皆为一分钟。在截取数值的同时，也会与资料库进行连接，将我们所抓到的所有数值全部传送至资料库中储存，方便我们的后续资料检视和分析。这是刚刚从玉泉那边传过来的资料，然后 ID 就是唯一性 ，name 这些是受测者。Number 就是我们刚测的第三笔资料，然后 date 是日期。就跟枪当初你给枪上色的概念是同，就是说你是直接打。然后这是我们做的前端，然后我现在打的是我们受测者。然后这是第一笔、第二笔、第三笔的资料，那我们刚测试是第三笔资料。然后是脑波的相关的图表。OK。然后这是之前的第一笔。会发现有所不一样。OK。这个，然后做处理之后，这边会有
就是停下来的意思吗？太大了，看不到下面。哦。最后是这个档案吗？是这样子。好吧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